吃饭要配哪一台电视？保务总队冈山学生餐厅选了中天新闻。学生他们有自由意志啊，自己要大概看哪一台，那是学生的自由。学生想看哪一台电视，让用餐时间放松一下。保务总队透露，都由学生自己决定。外包的餐厅业者也说，根本不会帮学生转台。厨房啊，只负责餐厅的厨房水电的开关。是。在用餐时间就在时间在固定时间就把电视打开，然后也固定时间就把电视关掉，然后我们也不会随便去那个按遥控器。业者解释，学生要看哪一台，厨工无法干涉。其实我相信这是个自由市场了，那么大家都有自己的选择，所以其实当民众的选择收视率，为什么媒体会选择这样的报道内容或者是方向，我相信也这都是市场的需求。这间电视台它本身对于高雄的经济发展是让我们看得到有正面的帮助。其实一直以来，中天新闻的报道也是以拼经济、拼民生为主，也不只是报道高雄寒流，像台中烧肉摩天轮，还有嘉义阿里山新玩法，都是中天新闻呈现给观众其他县市的观光产业讯息。我想报道的目的是抓住主流民意，能够让大家一起来为国家、为人民的生活来努力，所以我们也呼吁多拼经济，少一些政治的口水。而嘉义市长黄敏惠也认为，经济议题才是人民最关注的，应该要少一些政治口水。保务总队看中天，明明就是单纯的收视选择，却被绿色电视台抨击是国安危机，可以放大操作蓝绿，却忘了民众其实早已厌倦恶斗，只想过好日子。记者嘉义高雄综合报道。